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城，然后很高兴以这样视频的形式跟大家见面。那马上要到我们的周年了，想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感谢大家一直以来对我的支持和陪伴。因为最近听说了一种新的形式，就叫小卡，对不对？然后今天呢，我想自己制作一些关于我自己的小卡，然后呢，通过一些形式送给大家。好了，那我们就开始吧。其实我加了一个红色的滤镜，先把这个开一开。OK，一张自拍，但是我完全看不到自己，他为什么没有自拍镜呢？这个，所以这个就12块钱就没了，是吧？我刚拿了红色的那个 filter，但是中间带孔，不知道拍出来什么样。先是打个样。我拍完之后，但是我不给大家看成图，反正你也看到我怎么角度拍的了。但是呢，具体拍出来什么样，大家先不要看了，然后都拿到了。七，就是应该这样。坐着等待。好了，我决定来拍两张多重曝光。OK，来试一下。这小不给大家看长什么样，也不说写什么了。写个特殊的密码。写个什么呢？写一个天王盖地虎。好了，OK。每一个里面都写了不同的句子，然后连起来呢，可能是一首那种比较烂的打油诗。到时候大家，可以去对一下暗号，看看猜一猜哪一个顺序在前，哪个顺序在后，我们把它拼起来，就是我想要对大家说的话。